这里有一家939文具店，旁边还有一家正大书城，这两个地方是我经常来逛的地方。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卖的。很大的一个文具店吧，这里有好多纸胶带，我女儿特地拜托我来这里买这个漂亮的纸胶带，因为这里有很多是正版授权的。
本。包酥皮。电脑刷就是粘土，
的。这个是正版授权，在这里买东西不用担心买到仿冒品，而且都绝对是正品授权的。还是纸胶带。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胶带子，这两个是国旗的胶带子，这是胶水。中性皮，